趣味家政班的妈妈们呢，哇，妈妈不只是老师教，妈妈们呢，她妈妈兴高跳舞哈。那这次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的舞呢，叫做苏澳风情，主要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苏澳的渔村文化，推广我们苏澳的冷泉，还有呢，推广我们苏澳的木屐文化，所结合起来呢，编织成的一支呢舞马哈。所以这支舞呢，也非常的好看哦。很欢迎的请看了，咱就用心来了吧。好，所以下边呢，咱就非常的欢迎咱所有苦力会家政班所带来的演出，叫做《苏澳风情》。谢谢。
谢谢，好不好看？好，我们还有下一支舞哦，由陈美月老师所领军的我们所有区域会议所带来的好看的舞曲，掌声欢迎。咱来同欢喜辛苦，咱来去热情啊放欢乐啊放欢喜辛苦啊谢谢大家。
老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谢幕了，我们掌声再给这群可爱漂亮窈窕美美的妈妈们，谢谢。哇，好精彩，真的好好看哦。我看我们台下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好，在我们旁边滚油桶比赛说哇，都没人看哈。好，非常谢谢。